是的，要跟上流行呢，不止你的保养品要换季之外，你的彩妆有换季吗？今天要开箱的是什么呢？喂妈，化妆啦，记得化妆品到了吗？妈，你手怎么那么白啊？好，我们今天要开箱什么呀？这个牌子很特别哦，很像猫的 cat 跟 rice， 可是你以为是 cat rice 吗？ No， Catrice。那今天呢，我就要来推荐这个，因为我们毕竟讲的是秋冬嘛，酒红色啦，或是这种比较这个接近红色的这种眼影的颜色，红酒特调的眼影盘，基本上你可以打亮修容、眼影、腮红也可以一次搞定。那我自己喜欢上的颜色比较偏秋冬的感觉，然后会搭配一点深色的哦，感觉在手指头上你的显色度非常好哦，粉质非常的细致。然后呢，它有带一点点微微的珠光，可是不是那种俗气的珠光。其实也上在眼皮上面，你会觉得你气色非常好。唇膏女生就是买不完呐、啊。但是呢，今天要介绍这个 Catrice 的唇膏，你看看，二四六八十十支，给你满满的大唇膏。大唇膏什么？它特色在哪里？对，桃园的刘太太，你答对了，就是雾面的口红。它的42的颜色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气质、有质感的一个颜色。它整根都是雾面的，像海绵这种丝绒丝绒的感觉。那脸部呢，最后的这个点亮的部分呢，就是大理石纹夹彩盘。它的红色的这个腮红的部分呢、啊，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颜色，这种蜜桃好像回到谈恋爱的小女生的感觉。那今年腮红要刷在哪里呢？刷在眼睛底下这边，是不是很美那个光泽？那另外这两支呢，就可以打亮在这个眼影跟这个眉毛的中间。那比较亮的这个地方呢，我通常都会把它拿来打大块，就是额头啊，或是这个下巴这边啊。对，我觉得它的粉很细，这是非常加分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现在就来接一通口音。喂，屈臣氏你好，天天宠爱会员。没错，现在只要到屈臣氏呢消费 Catrice 的东西，他们就会送你这个镜子。哎，你看这镜子有多么的可爱小巧。如果你没有用过 Catrice 的商品，欢迎你们看完开箱文立刻手刀奔去屈臣氏，告诉他说我要试用看看 Catrice 的商品。期待下次开箱文见咯，拜拜。